对的吗？直播不露脸，作品不露脸。我晚上直播间会露脸呀，我就是白天直播间没露脸，晚上直播间会有露脸的，哥哥。我是白天没怎么露脸，要么咱们来个眼镜露脸也行，咱们来个墨镜吧，来个墨镜露脸。喜欢主播的点点关注哟。上面鲜花有没有？哥哥来一组呀！真的，真的叫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必须是真的。谢谢他的灯牌，谢谢。看看脸，咱们一个眼睛的脸吧，哥哥。我说你要不要兼职？哦，目前我比较忙，都没时间去兼职，哥哥。谢谢那个浅香茉莉老公送的鲜花，谢谢。不会现在和晚上不是一个人吗？这话说哪跟哪？为啥会不是一个人呢？可以恋爱吗？可以呀、啊，可以的，单身可聊。咱们。啊、哦，谢谢这个，谢谢往后余生老公送的鲜花，谢谢。是的，咱谢谢枪口烟老公送的鲜花，谢谢。宝贝，哎呀，阿少哥哥，宝贝长，宝贝短，宝贝没票你又不管，你不给宝贝上上票，谢谢送的小星星，谢谢。咱们有没有来一组鲜花的哥哥呀？有没有来一组鲜花的哥哥？你说小星星都不露脸看，哥哥，咱们要那个，因为咱们一个眼睛可以露个脸，咱们眼睛露个脸吧。袜子怎么卖？保时捷。谢谢浅魔老公送的鲜花，谢谢。只有现金怎么办？那就没办法了，哥哥。谢谢刚哥老公送的鲜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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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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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说句家乡话听听，可以呀、啊。咱们有没有来一组鲜花的哥哥呀？有没有来一组鲜花的哥哥？喜欢主播的，咱们肉气球有惊喜哟！喜欢主播的，咱们肉气球有惊喜哟，哥哥们。小星星，谢谢。